OK 啊，所以你们可以开始点名，然后呢，你们就是可以打开就是你的课本啊，就是第十章了啊，第十章。哦，所以再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呢，就是差不多就是开始放假了，然后我们就只是有星期一一天。然后放假了过后呢，我们又是大考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是会比较赶一点，就是可能就是会在这一个星期三给你们就是考 science 哦，啊，science 的话其实就只是两章不了啦，啊，science 的话还是两章不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读的话，你可以去看一下你们的那个作业簿，看一下它怎样出题啦。哦，因为我不想要在大考过后才来给你们考，到时候就是。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啊，然后因为有一点赶啊，所以我呢就是会这个礼拜星期三那边就给你们一个 science 的那个评测，然后呢就是下个礼拜星期一，若是我给你们考综合科学四五六的话，你们认为 OK 吗？哦，因为我们的那个综合科学至少要考2次。至少要考2次啦，所以因为我们 science 没有考到嘛，所以我就这个礼拜我先考 science 先咯。所以主要的那个章节呢，就是 form one 的 chapter two 跟 form two 的 chapter one 啊 science 哦。然后呢，下个礼拜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就给你们一个综合科学的评测啦，就是第四章、第五章跟第六章，至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出题的方式是怎样。呀，出题的方式是怎样？然后是，就是可能你们的那个讨论的话，应该是会来不及讨论啦，所以我会先给你们看一下他的答案啊，至少呢给你们知道他怎样去回答咯。OK 啊，所以我这个星期三你 OK 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星期三的话，我们就考就是 Science Form Two Chapter One 跟 Form One Chapter Two。哦，就转来转去的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就考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咯。哦，反正你们大考也是要考到这一些啦，所以就先给你们读先，然后到时候你们考试的时候至少会比较容易一点，啊。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就接下去，就是这一个第十章的部分咯。哦，若是你有一些问题啊，还是什么的话，你其实是可以 WhatsApp 哦。哦，如果你不明白的话。啊，如果你或者是你 miss 掉的话呢，你其实是可以就是上我的那个 YouTube 那边，你可以去看一下了啊。呀，毕竟我把所有 video upload 进去了，呀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看就是今天这个第十章10.1延时的啊。所以上一次呢，就是有跟大家说过，就是说有关于延时，它其实就是一种矿物质组成的一个晶体，我们讲。讲 矿物质的话呢，我们比方说就是这些矿物质，它们其实简单来讲，它们是盐来的。讲它们是一种盐，只是呢，并不是我们吃的那一些食盐哦。讲我们吃的那个食盐呢，是另外一种的盐来的。哦，其实盐呢，盐这一个概念呢，它是有很多种的哦。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矿物质里面，其实大部分都是盐来的。呀，所以呢，这一个花，这一个石头啊，它其实就是由矿物质组成的哦，由矿物质组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构成岩石的物质，矿物结晶体呀，它就结成，就是结成一块东西咯，就变成我们所谓的石头了呀。晶体这一个东西呢，crystal 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它的那个概念就是它要有几何的形状。China 啊，就你写我的名字就可以了。你写我的名字哦，就是八维论就可以了，你就找到我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啊，这个晶体啊，其实晶体这个概念呢，其实在你们初一里面它没有那么多啦，这个是要上到你们初二那边啦。只是晶体的这个概念，啊，颗粒它们都是会有几何的形状啊，几何你们在数学里面你们都有学过几何这个东西吗？哦，它就是要有角的嘛，啊，我们有三角形，
然后还有正方形，还有五角形啊，就类似这样的几何咯。OK 啊，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岩石它到底有什么种类呢？啊，岩石到底有什么种类呢？所以其实我有讲了嘛，岩石它其实就是由矿物质组成的，所以不同的岩石呢，它就是由不同的矿物质组成哦。那比方说，我们有石英，有长石，然后有云母，有石墨，有石膏，有方解石，这些都是岩石啦啊。当然呢，石墨的话，它并不算是一个矿物质组成啊，它就是由碳来组成，啊，它就是碳 （carbon） 啊，carbon 哦，碳哦，啊，所以其实这个石墨呢，它其实是可以，现在我们的科技就是可以让它转换成钻石，钻石也可以转换成石墨哦。差的就是它们就需要到高温跟高压咯，来让它变成那个钻石跟石墨啦。哦，只是呢，这个钻石跟石墨啊，它们其实呢两个呢都是由一个碳组成罢了。老师，课本第几名？啊，课本第几面？这个是第十章啦，因为我旁边没有课本，你就上册第十章。啊，这一个我其实就只是给你做一些介绍不了啦，啊，就只是介绍一些石头不了，啊，前面呢我只是介绍石头不了啊，啊，所以呢过后呢，我们来看就是因为这一个是10.1哦，啊，10.1的话，它就只是纯粹帮你介绍那个石头，啊，就是由天然矿物组成的咯，老师，我 subscribe 有钱吗？OK，谢谢你。所以这里的话呢，就是它一些些的例子啦，它的一些的例子咯，啊，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会有这一些石头啦，只是呢，其实真正来讲，你不需要真的去背啦，你不需要背到完全不啦，因为类似这一个题目呢，如果你讲在统考里面的话，它通常都是会蛮少题，只是呢，该读的你也是要去读啦，啊，该读的你也是要去读啦。所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你至少你要懂得岩石是怎样的。岩石呢，它其实就是由一种矿物构成，也可以呢有很多种矿物构成的，啊，也可以有很多种矿物构成哦。所以呢，比如讲你讲大理石、大理岩 （marble），啊，它其实就是由方解石构成。啊，大理石 （marble） 是什么呢？就是可以做你们的那个地上的那一些那个 moset 啊。那些刀啊，你地上啊，你有更多的话，就是一格一格一格哦，那个地上啊，那些刀，这些那个地上的那个砖块啊，它其实就是 marble 来的咯，用 marble 做的咯，大理岩咯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大理岩，它其实真正来讲，它就是由方解石构成的，呀、啊，哦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什么是岩石，呀、啊，岩石一粒石头。哦，所以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个石头，它其实是人造的，对啊，它其实是人造，你不可能等到它长年累月啊，好，然后变成一个，比如讲大理石啦，我们不可能就是等到它变成大理石的嘛，啊，你要等到它变成大理石的话，你早就已经是不在这里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人类，我们就是有所谓的人造石材咯。啊，人造咯，哦，然后比如讲金刚石，就是刚才我讲的钻石，其实有些的金刚石呢，它们也可以是人造的，呀，就毕竟你其实是可以用石墨来把它转换成金刚石，是可以的，呀，是可以做到的，哦，你又省 cost，你又省它的那个费用，然后又不用这样危险，然后又可以省时间，哦，这一个 win-win 嘛，我们讲。哦，一石二鸟啦，所以呢，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人造了的。诶，所以比方说刚才讲的咯，就是做你们的屋子啊，里面的那个地上的砖块啊，哦，所以比方说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所谓的人造大理岩，所以它可以做很多的不一样的 pattern 啊。诶，所以这些都是人造，所以它不可能是等到自然帮它做出来啦。哎，所以呢，除了这一些以外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活动一209面那边，
呀，209面那一边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哦，比方讲石灰呀 ，lime solution。Lime water， 所以其实，在你的那个 science 里面呢、啊，我之前有给你们看过，就是那个实验啊，它就是会有 lime water 啊这些嘛。其实那个 lime water 是要 test 二氧化碳的存在，啊，那个石灰水啊 ，lime water 啊，它就是要 test 二氧化碳的存在的哦。所以 lime 这一个字呢，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酸甘啊，对啊，酸甘它刚好也是。叫 lime 啊，只是呢 ，lime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叫做石灰，呀，好、哦、石灰啊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人造地砖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天然的大理石。其实呢，在这里呢，我能告诉你，它们每一个都是有钙的元素在里面，钙哦，知道钙吧 ？Calcium， 就是你们喝牛奶啊那个钙啦、啊，它们这三个都有钙的元素在里面。呀，都有钙的元素在里面哦 ，OK， 只是这些元素的东西啊，都是要你们上到初二那一边，你才会比较深入一点啊。这个我就只是先跟你讲喽。这三个呢，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是由钙的元素在里面，只是呢，它的不同点又会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说不同点，你来看一下石灰，它其实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晶体结构，所以我们来看这里呀。你看它的 pattern、哦、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讲哪一个是晶体，哪一个是非晶体呢？这个也是要上到初二啦。只是呢，你们其实是可以私底下去 check 一下、哦、如何区分得出晶体和非晶体这一个东西、哦、它其实是要做很多个 testing 的、几乎啦，我几乎都会就是有上课的日子，我都是会把我们的影片放进去那个 YouTube 里面的。所以你不用担心了，那个你们的考试范围我早就已经是公平了，我已经 subscribe 了、啊、谢谢你哦。所以那个 video 啊，其实大考的范围啊，你其实是不需要担心的，已经是 complete 了的。现在我只是更新这一些不是大考的范围里面了、啊、哦，这个可能是我们明年的啊，不是明年，就是下半年啊。OK， 所以石灰呢，第二次就会考这些、哦、可能又不会啦，他可能是会放在统测那边哦。我相信啦，他应该是会放进统测，然后呢，大考的时候又是另外的几个章节了。啊，他其实是另外一个章节啦，就可能是这样啦，可能吧啦。呀，所以石灰它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晶体结构哦。然后人造地砖呢？人造地砖的话，它其实就是由大量的玻璃物质和少量的石英，所以其实在沙滩那边啊，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沙滩啊，有时候啊，你会看那个沙滩，哇 ，bling bling 的，呀 ，bling bling 的，哦，就是有 shining shining 啦、啊，这些啊，其实简单来讲呢，哦，玻璃它其实是由沙组成的 ，OK， 可是你是要合适的温度，也要合适的压强。它才可以变成玻璃，对吧？其实那个沙土啊，如果你用很高的热来烧到它们融，然后让它们就是干啊，就是冷却的话呢，它其实是会变成玻璃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其实简单来讲，我们人造地砖其实就是用沙土来做，也可以讲沙土来做，对吧？所以它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会有大量的玻璃物质。什么是 SCP？ 就是收容那些不明的生物，有很多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没有那个我们过后再来讲啊，我们回来这一个部分先，因为那个离题了啊。所以呢，这里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人造地砖，它其实也是一样，它没有一个明显的物质的结晶颗粒咯。然后它还有孔隙啦，所以这些都是它的区别啦。然后天然大理石呢，它就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结晶结构，对啊。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它就是天然的大理石的话，它就是会有明显的结晶结构。然后呢，它就是比较密状咯，没有很多个孔隙啦，对吗？
好，所以其实啊，再多补充一下，其实晶体它也可以把它转换成非晶体的，就像跟玻璃，玻璃其实算是属于非晶体的呀，玻璃它也算是一个非晶体的。你看起来哦，哇，那个玻璃啊，可以切成一块一块一块啊，怎么还又不是晶体呢？其实晶体要分得出晶体跟非晶体呢，它还要细看它里面的物质的结构。所以你我们通常肉眼那边的话呢，我们唯一能 test 就是它们的温度呀，我们可以就是用它物理的性质来 test 啊。如果你讲它里面的结构的话呢，可能就是要用其他的仪器了，呀，比较高等级的一点的仪器。所以呢，补充一下，就是一个 extra 啦，玻璃是算是一个非晶体的。如果你给它一个适当的高温跟高压的话呢，我们其实也可以有本事把它转换成晶体，呀，因为刚才有跟你们讲啊，晶体它其实就是有几何的结构的，OK，它的里面的物质哦，它们是有几何的形状的，OK，只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啦啊。呀，它是要需要特定的仪器，你才可以看到咯。哦，所以这里 OK 吗？所以如果你要抄的话呢，你可以先 screenshot 下来啦啊。呀，如果不要的话，我是会把这个 slide 放进去你们的那一个 GC 里面哦。OK，所以这个我就 next 啊。OK 啊，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区别啦。OK，来，所以呢，这里的话呢。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一些的啊天然的岩石嘛，可是人造石又是怎样呢？呀，人造石的话，就比方说我们有碎石啊、树脂啊、水泥啊、玻璃珠啊，知道那些玻璃珠吧？就是那个宝宝那啊，个啊 marble 啊，那个你玩那个哦，plastic 啊、色啦啊，那个弹珠啊，呀，玻璃珠啊。然后呢，还有那个铝石粉制成酷似天然石的那一些制品哦，你看，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人造石啦。诶，它就是砸不烂咯，怎么铲铲铲铲铲铲铲上去，然后就变成一个人造石。然后呢，它的优点呢，其实就是它其实是没有毒啦，呀，也没有放射性，然后阻燃性，然后不沾油，不沾油，Teflon。呀，就是你不沾油锅，其实也是人造的，它就是过一层。呀，所以 Teflon 呢，它其实就是过一层在它上面，然后不沾油。呀，然后呢又不沾污，然后抗菌防霉。呀，抗菌防霉，所以其实因为那个它的表面上不适合让细菌居住嘛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讲抗菌防霉咯。啊，所以就是这样的原理罢了。然后呢，又耐磨、耐冲击等等啊，一大堆啦，都是它的那一个优点啊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相信有蛮多个学生会很疑惑，那么我要读什么呢？还有太多东西要去背啊。其实呢，我只能跟你讲啦，就是你大致上呢，它比较后面才是你的重点啊，后面比较后面一点的一些的石头的分类跟归类，那个才是重点。前面的话呢，其实就只是一个介绍咯。大致上的介绍了，就说你至少你要认得，我们其实那些石头并不是天然的，呀，它也是会有人造的，OK，好，所以除了这些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很多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钙粉板，最便宜，硬度又低，然后呢还有铝粉板，啊，室内装修家品，啊，所以很多啦，还有什么呢？人造石英石，这一个就是在你们的那个。厨房的那个橱柜那边，要橱柜那边哦，就是你不懂你们家是不是这样的啊？OK，所以这一个呢，其实是用石英石咯，人造石英石咯，要做成的咯。OK，或是呢亚克力，acryl，呀，所以亚克力哦，亚克力的话也是一样咯，你碰起来真正亚克力的话，你看起来它好像 plastic 这样的，OK，可是它也可以拿来做石头哦。啊，所以这一些你可以发现到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材料做成石头的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呀，这个只是给你们的一些些的 example 啦，呀，并不是绝对啦，哎，并不是绝对啦，它就只是一些的例子罢了。哎，
所以这些都是人造石的种类啦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一些以外，我们来看一下岩石它其实分布在哪里呀。如果你讲 natural 的话，不是人造石啊，人造石那个是你自己做出来的、哦、只是呢我们讲天然的岩石的话会在哪里，它在山峰、哦、海底岩石峡谷、哦、或者是那个 海边那边的礁石是吗？所以呢或者是你整个地球的地壳都是由岩石组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矿物质我们的来源我们的 resource 是多么的丰富，就只是看等着你去采不了、哦、等着你去采。可是呢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不会去故意去采它啦，通常都是人造的啦，因为为了要省钱省时间、哦、然后又不会冒着生命危险、啊、所以就人造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咯、哦、或者是他们要保护那一些自然的风景嘛、啊、所以就不可以乱乱去采矿啊。 OK，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 10.1 OK 吗？ 10.1 哎呀惨，等一下啊， 10.1 OK 吗？ 10.1 它就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跟你讲什么是岩石什么是人造石，就这样，大致上你要懂这两个呀。好，然后呢我们来看真正的重点 10.2 这三个你都要会呀，这三个你都要会，如果讲考试会出的话它应该也是会出这个呀，火成岩、沉积岩跟变质岩。我们来看岩石，天然的岩石啊，它可以分为三种的归类呀，它会分为三种的归类哦，所以我们要怎样去辨认它们呢？所以第一个火成岩，有名字跟你讲啊，火它需要火，所以 means that 就是它会在火山地带那边，火山地带那边哦。比如讲花岗岩 granite， 它是怎样出来的话呢？你可以看到就是地下岩浆侵入地壳形成，有明显的矿物结晶颗粒。老师，什么？老师。什么是地壳里面有一个有一个火，好像火山熔浆那一种，它是比火山熔浆还要热很多的那一种，而且它是、而且它是很像河流这样流下去啊。那个其实是它里面如果你讲火山地带的话，因为它爆发出来嘛，所以那些岩浆啊可能它其实就像跟那个河流这样的原理咯， 它爆出来了，它流下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好像 你在它旁边吧，你都会感觉到你很像被烤了啊， magma 啦，熔岩咯，我们讲熔岩咯， magma 啦、啊、所以就类似这样的、啊、只是呢花岗岩跟你们讲先，它其实是用来做什么呢？ 你懂你的墓碑吧，坟墓哦，坟墓做了那个墓碑啊、有印象啊，有印象啊。老师、啊、我看到这个花岗岩啊，我就会想到我好像一个墓，好像做成墓碑的那种石材这样的、啊、它其实不只是可以做成墓碑啦， 它其实还可以做别样东西啦，不只是单单用来做墓碑不了。所以他就是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你们去清明节的时候、啊、去拜拜你们祖先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做的那个墓碑、哦啊、就是类似这样的颜色。那我 zoom in 一点，那就是这样的颜色，花岗岩、啊、或者是他们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做那些建筑物啦、啊、有些建筑物他们也是会用花岗岩的、哦、所以不是只有单单墓碑吧。Yeah, 所以这个、就是、有这样多花岗岩去建一个建筑物、如果你有钱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yeah, 你有钱你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到了、okay? 只要你有钱不了，你这些材料都是不是问题、yeah? okay? 所以这个就是花岗岩 granite、哦、所以除了花岗岩是火成岩以外，另外一个我们还有火山石呀，火山石。所以这个火山石呢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粒洞一粒洞一粒洞的，
要密集恐惧症的学生会不喜欢啊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，这个火山石它的英文是叫做 volcanic rock， 它其实是或者是它也是可以叫做玄武岩啊，玄武岩。这一个我们其实比如讲一些的鱼缸，不懂啦，有些的人呢，他们很喜欢把这个火山石放在鱼缸里面摆美啊，放在里面摆美。那其实这个火山石呢，它的功能它可以就是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啊，它是可以吸附的，它有吸附的作用的哦，然后也可以吸附那些重金属啊、氯啊、残渣跟动物的粪便哦。所以呢，其实你放在鱼缸里面，它并不是只单单白霉啦，有时候它也可以吸附这一些东西。然后过后你再拿出来，再刷刷刷刷一下，再洗过，就是这样罢了咯。呀，所以呢，它就是它有吸附的这个功效啦，就像跟我们每次讲洗脸霜那边呢、有些啊，他们有放碳嘛哈、哦，那些那个碳啊，甲沟啊，所以碳它也是会有吸附的作用的。OK， 吸附。就是说他会弄这些东西粘在他身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洗掉它、yeah， 所以呢比如讲你的牙膏啊，有些牙膏还有放碳，有些的肥皂还有放碳，这些碳它也是会有吸附的功能啊。我们就是讲这些咯，吸附了啊、yeah， 它就会让这些东西很像跟 magnet 这样粘在他身上、yeah， 粘在他身上咯、yeah， 所以这个就是火成岩的其中一个例子啦。所以我们有火山石跟还有什么呢，花岗岩、yeah， 所以玄武岩就是属于火山石的其中一类哦。OK， 所以这个是火成岩的一个归类啦。然后呢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们还有沉积岩、yeah， 所以火成岩呢，其实你的那个重点就是它会由岩浆凝结而成的一种的石块。 OK， 所以我们就叫做火成岩。可是呢沉积岩又是怎样呢？沉积岩的话，它其实就是有名字跟你讲了，它一直随着就是风吹雨打，然后长年累月一直堆积堆积堆积，然后硬化变成了一块石头。当然它里面就是有包含着化石的啊，沉积岩嘛，沉积的意思就是被垫在底部嘛，然后一直压压压压压压缩到变成一个石头去了。 OK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步呢，它其实就是由碎屑形成的呀。比如讲我们会讲风化跟陆竹呀，陆石啊，青石陆石啊。所以呢风化呢，它其实就是讲到 weathering， 我们讲 weathering 就是说你放一样东西太久的话，它会被那些风吹雨打吹到它变坏到完全不、yeah， 就比方讲你把一个石头本来你看到它就是漂漂亮亮的美美的，可是呢你放在外面过了一阵子过后，哎，为什么你看它好像颜色没有这样鲜艳了，就好像变淡去这样，那慢慢的它好像会变碎掉去、yeah，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叫做风化咯，我们讲 weathering、yeah， 可以吗？Yeah， 所以呢陆石的话呢就是讲 erode 啊，就是融化掉咯、yeah， 侵蚀掉咯、okay？ 所以这些都是由它的碎屑形成咯。然后或者是呢它也可以就是因为地球的外力、哦、所以比如讲流水、风力、生物作用、太阳、热力、冰川等等，所以就把本来的岩石打成碎片去啦。OK， 过后呢第二步这些碎片它就是往底处那边沉积、yeah， 就是堆积在下面咯。Lastly 就是堆积了它一直被压嘛，压到它变成一块石头去、yeah， 压到它变成一块石头、oh， 所以这个就是沉积岩、啊 oh， 只是呢有时候有些的那个其他的石头啊，比如讲火成岩啊，或者是火成岩啊，它也有可能会变成沉积岩的。Okay， 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把别的石头啊打碎了，然后一直累积在下面，然后才形成了一种的岩石的归类咯。然后它可以让其他的岩石变成沉积岩的。Okay， 只是需要时间啊。所以一些的例子比如讲石灰岩
OK， 砂岩、页岩等等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沉积岩，它里面就是会有化石跟明显的层状分布。啊，它有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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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有 layer by layer。为什么它会有一层一层层呢？因为它就是经过长年累月慢慢堆积起来的一个石头。啊，当然里面就是会有化石哦，难免就是会有一些生物啊，它尸体啊不小心掉进去啊。啊，然后慢慢的就累积到变成，然后又压缩到变成一块石头去了。对啊，好，所以沉积岩它的 keyword 就是它就是怎样讲，就是有明显的层状分布，含有化石等等啊。过后我是会有一个表给你们做出分析的啦。哎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沉积岩哦。哦，或是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石灰岩，你看到这里哦，这里有看到什么吗？哦，有化石在里面哦，啊，有化石在里面，啊，就是有明显的一个化石在里面，然后你也看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在里面。嗯，对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一个呢，其实就是沉积岩哦，啊，沉积岩它主要的就是里面有化石，啊。然后呢，或者是除了这些以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变质岩，第三个就是变质岩。OK， 所以这个变质岩呢，它其实就是地壳上已经生成的岩石，然后呢，它就是火成岩或者是沉积岩都有可能变成。呀，火成岩跟沉积岩都有可能会变成变质岩的。OK， 比方说这一个变质岩呢，它就是因为岩浆的活动、地壳活动。产生一个高温又高压了的话呢，所以它又在让那个岩石里面的成分跟结构又在变成另外一个东西，啊，就是说 means that 就是它把火成岩变成另外一个岩石，啊，或者是沉积岩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岩石， means that 它就是把它里面的结构又在把它变成新的另外一个结构，啊，或者是新的一个物质，所以才会变成了一种的岩石，所以我们才叫做变质岩哦，变质岩。所以呢，大理岩呢，其实我们刚才有看到的那个大理岩啊，来做你们的那个地砖啊，就是 natural 啊，大理岩的话呢，其实它就是由石灰岩变质而成的，这大理岩哦，就是刚才上面的这个，那里去了啊，这个大理岩啊。Okay， 大理岩呢，其实就是由这一个石灰岩，石灰岩在哪里？啊，石灰岩，石灰岩啊，就是这一个的成分的啦，变质而成哦。呀，所以这个石灰啦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就讲到变质啦，啊，这个石灰岩。呀，变质而成哦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不同点啊。然后呢，当然它就是会有片状结构，也有片状结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片状的岩石石棉，然后它的变质啊。哦，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那个不同点啊。啊，所以简单来讲，火成岩它就是由岩浆形成的，呀，岩浆凝结形成的一种的岩石，我们就叫做火成岩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的话呢，如果你讲那个沉积岩的话，它其实就是累积的，累积了到最后，它就是会形成一块岩石。当然，如果考试有问的话呢，它就是会给你知道，就是说这一块。他就比方讲，就是他出一题问题，然后呢，他就给我们他的特征哦。就比方说，他讲这一块石头，它有层状分布，然后又含有化石，请问这一个岩石是属于哪一类的岩石呀？比方讲，他就是给你沉积岩、火成岩、变质岩，然后 D 的话呢，可能就是乱给你一个岩石的名字啊，然后你就圈它喽呀，沉积岩啊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的话呢，如果你讲变质岩的话，变质岩它就是会把其他的那个岩石变质，
哦，就是变成另外一块岩石。呀、yeah. 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里什么问题吗？所以就是类似这样了。只是呢，火成岩那一边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我就是会有两个例子嘛。哦，这个其实你们课本那一边也有啦。所以火成岩的话呢，它其实它会有花岗岩跟那个火山石。所以这一个的话呢，可能考试它会问比较细一点啊，就是说它就是会问到啊有某一块石头哦，它的表面是很多孔。表面积又很大，又可以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哦。请问它是什么石头？所以呢，它可能就是给你啊，花岗石、火山石，然后还有石灰岩啊，然后或者是啊大理岩啊，然后叫你写出正确的答案啊。看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知道它断线了。Yeah? 所以就类似这样了、啊 yeah? 所以这里的话呢，它其实就是、啊、就类似这样咯、啊、想一想 BG 214面大概这样了、啊、它如果要问你的话，它就给你它一些的症状、哎、不是，就给你一些特征，明显岩石裂隙柱状体，然后又有气孔、yeah? 有气孔的话通常都是火成岩啊、yeah? 因为他给你们的那个岩石的归类其实就是这一些不了、yeah, 就是这一些不了。好，所以214面答案就是火成岩哦。Yeah, 然后或者是呢，如果他讲另外一个呢啊，这一个啊，他就是会有层状结构啊，又有明显沙粒，又有化石。我通常呢要知道沉积岩的话，我就看它有没有化石先。老师、啊，那个美国大峡谷是这样的哦。你是讲这个啊？啊啊，类似啦，类似啦，类似啦，啊，类似啦，对吗？所以或者是呢，你可以讲片状结构的话啊，这个很明显有片状的。OK， 这个就是沉积岩哦。啊、又有生物的遗体跟遗迹、啊、总之里面有生物在里面或者是化石在里面的话，这个就是沉积岩了、啊哦、所以现在呢我们的时间、啊、已经是剩下少过一分钟，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、啊、所以断开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再进来了、啊、诶，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这样，谢谢老师。OK， 谢谢老师。啊，火成岩它的例，火成岩它的例子有火山石跟花岗石，呀、yeah. ，拜拜。OK， 拜拜拜。啊，就火成岩，它其实是一种类型的岩石，可是呢，它里面的例子有火山石，也有花岗石，它的例子不了。Yeah, 所以呢我们只能讲火山石就是火成岩，可是呢火成岩并不代表是火山石，因为它还有花岗岩。诶，早就给你了，在你的那个什么吗，你的 group 里面吗，那个大考范围啊，在 group 里面有了，早就给你们了。Yeah.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这样咯。OK， 所以你们可以去下一堂课了哦，要结束了。呀、yeah?。